OK， 没有问题。这一期视频，这个小快递啊，玩的那可是相当的精彩。咱们全程啊都在打架。好，你看，我们就在想要过去拿小绿的基地的时候，下面的小粉也是到我们家了，对吧？但是我们直接拿出来绝招不管，然后我们拿工兵想去帮他维修一下基地的时候，结果呢？哎呀，这个小绿啊，他怪不好意思的，不让我替他维修。好，那我们的这个提包哥直接过来，哎，拿一下这里。哎呀，这个油田我眼睁着看都已经进去了，然后下面的这个小红啊，你看咱们这直接凑齐了一桌麻将，你看这打的啊，直接小绿加我加小粉加小红几个人都可以搓麻将了，对吧？然后呢，这个小绿他这里还来了一个 solo 局，你看，哎呀，那这一波啊，我们一看小绿应该基本上是稳的啊，小绿小萌军拼碉堡跟人家大苏军拼的话还是很难拼得了的。好，那我们的提包哥啊，先不要过去搞这个小粉，小粉家有不少的地方，虽然说我们能偷到东西，但是我们与其这样，哎呀，这一波咱们偷的时候啊没有发现下面的紫色竟然也有一个碉堡，把我们的提包哥给干掉了。哎呀，那这就有点亏了呀，咱们的这煤球车又出不去。哎呀，想压对面的工兵啊，没有压到。哎呀，那看来啊，中间的这个小粉他是一个水友啊，对吧？但是你看小粉他造了这个矿场，他现在手上连重工都没有啊。我们虽然说啊前面架打的不少，但是起码啊我们手上是有重工的。然后这个小粉直接搞了两个碉堡过来，哎呀，坏了，这一波啊咱们的重工有危险，赶快放个碉堡把重工给围起来。再往下面，再，哎呀，应该围下面的，坏了，这一波还差一点。哎呀，重工咱们一般小心呐，它掉了。这一波啊咱们的围墙可能围下面的那一块啊，咱们的这个重工可能就掉不了了。好，那这一波啊小粉这手上是不是已经没东西了呀？我们这两个坦克你看这小粉是不是完全解决不了？我们直接，哎呀，还想跑，哎，直接变成我们的一星图标，咱们的坦克是不是就升到了一星了呀？好，然后啊上面的这个小蓝很明显呢，他跟盟军的 solo 局结束了。那结束了，你看我跟那个盟军啊，咱们毕竟是同一桌麻将上面的牌友，那牌友啊咱们也是有兄弟情谊的呀，你竟然把我牌友的这个油田呢给拿了，那我必须把它给拿回来。哎呀，刚好啊，你看小蓝啊打架打得太多了，打架打得太多别人就会认为你比较弱呀，没有东西啊，你再强你一个碉堡你能发核弹吗？对吧？好，那你看小蓝啊就跟小紫两个人又交上火啦。好，那既然呢这个时间段我觉得这咱们不去拿这个小蓝的油田好像有点不太好，但是我在打的时候咱们先前在观察，咱们在观察这个小蓝呢，他能不能顶住，对吧？好，我们也彻底啊观察到这个小蓝跟左边的紫色直接拼了，那他肯定不管上面的油田呢，那没事，我们就过去啊拿一下。然后下面呢小陈的点色非常的准啊，竟然把大犀牛直接全都给点爆了，这么厉害的吗？好，那现在呀小蓝竟然打得这么激烈，那这个油田啊他可能看不住，哎，我们替他看一下。然后现在我们手上啊这个坦克数量其实还是稍微有一点少啊，对面的这个豹子可可啊有一点多。好，那没有关系啊，我们手插一个碉堡，他想进来啊把我们给干掉那是几乎不可能。然后我们的这个矿场啊看了一下造的位置稍微有些许的不好啊，所以我们准备一下围墙，把我们的这个矿场啊给保护起来，对不对？然后你看小蓝呐、啊，看我们拿他的油田了，小蓝呐、啊，哎呀，这几个大头
想过来搞事情，但是我没有牛爷爷呀，对吧？牛爷爷打他的大头，那是不是非常的简单呢？好，那我们呢再给这里的围墙上一下，哎，专门用这个一线的坦克啊，这哎这一线的坦克，这选路选的好，用一线的坦克过来压一下，拿一下经验啊，待会儿咱们的这个英军很快就能升到三星了，对吧？好，那你看，哎呀，小蓝直接投了，那我们的这个围墙不就白造了吗？好，那我们现在啊把这个围墙给它卖了，现在咱们已经有了两片矿区了，对吧？但是啊下面，哎呦，对面全都是有两片矿区，那很明显啊，这一把咱们就进入到了一个三国的局面。那三国的局面肯定谁最后动手谁的优势是最大的啊，你这个先前动手的话把坦克全都用光了，那肯定是不是有点不太好啊？但是啊我们这个时候，哎，我们就是想要招惹两个人，招惹一个人啊，咱们搁这看戏啊，那游戏玩的就没意思了，咱们要打啊就两个人连在一起打。虽然说从现在场上的这个局势来看，咱们的坦克好像是最少的啊，不过不用慌，我们是最有操作的，哎，就是要一 v 二。好，那你看，哎呀，他俩的这个高科技啊，造的好像都有点快，我们结果成了场上最慢高科了，但没有关系啊，我们拿这个牛车啊，偷摸过去采采矿，哎，偷到1000块钱，那都是赚的，对吧？哎，上班呐，摸鱼，那摸鱼的都是赚的。啊，不摸鱼的，哎，那都是本来就能得的。好，那我们这一波啊，哎，直接，哎，小紫很明显，他想搞大船过来炸我们的，对吧？赶快过来啊，造两个防空车。你看，他的这个大船呢、啊、已经过来了，但是我们有防空车啊，可以防住他炸我们的高科技。然后他无奈之下就过来、哎、炸我们的这个船厂了，对吧？哎，但是我的大章鱼啊已经养出来了，哎，直接大章鱼啊过来给他绑住啊，直接左右摇摆，那他啊是不是导弹就射不出来了呀？好，那我们赶快把这个铁幕装置造出来啊，我们大输，大家在这种局面上这铁幕肯定是最关键的，对吧？好，然后我们右边呢也在准备一个船厂，因为呀、啊、我们也看到了右边的这个小城呐、啊，它也有高科技，但待会非常有可能它的航母也会到我们的脸上，对吧？好，我们赶快呀、啊、在左边把我们的这个铁幕造出来，铁幕造出来率先读秒就有优势，我们的铁幕就要比对手啊 CD 好的要快啊，对不对？好，那我们呢赶快在右边多搞几个这个海螺、虽然说它是海蝎啊，但是还是海螺读的比较顺口。好、啊，那这样的话咱们现在手上啊这些坦克数量好像也补上来了，对吧？看了一下左边啊这个紫色的坦克稍微有一点点少啊。好，那我们呢也先搞一下这个大船，左边的紫色好像没有什么防备。好，那我们呢正好右边有一个船厂，我们先把这个大船快造好了，哎，等这个大船快造好了，我们直接左边船厂一甩，瞬间造出大船。哎，那这个小紫啊是不是就惊呆了呀？哎呀，但是这小紫在左边呢有个海螺，哎呀，坏的，这一个海螺直接单防咱们的这个大船了啊！虽然说能炸到两下对面的这个核电啊，但是没有关系，我们的坦克直接保好队形，保好队形，一大波坦克过来，哎，完美铁幕。那对面的坦克啊，家都不回了，直接想过来跟我们换家啊，那没事啊，你看他直接过来啊，搞我们的基地了，搞我们的基地，哎，他也杀铁幕了，但是你看他的这个铁幕啊，撒的实在是，就撒了一个坦克啊！但你看，想压爆我们的重工，我们的拎包哥在旁边随时准备让他三天三夜睡不着。你这一个坦克想压爆我们的重工，只要我们有工程师啊，他是不可能压得爆的。好，那我们这一波啊，手上还有这么多坦克，先过来拿一下三星。哎，这么多的这个兵啊，摆的这么好的队形，咱们不来拿一下这个三星，是不是有点太浪费了呀？
好，然后啊，左边小紫他的这一些小防空团海螺啊也都被我们给干掉了，那我们的船是不是现在优势就很大的呀？小陈还想用光缆把我们的基地给点掉，但是奈何我们有三星，三星一炮一个光缆啊，把对手的光缆全都给他打跑了，对吧？咱们的基地哎也当缩头乌龟成功缩到后面，基地没油掉。好，那你看这个小陈仗着这个有很多的大兵啊，这以为有很多的大兵就能打得过我们无敌铁木坦克了吗？好，你看我们的坦克直接摆好最佳队形上来，把他的大兵全都压掉，然后你看他的坦克想跑想跑直接粘住他的尾巴，哎，你看把他的这一架坦克啊包在我们的黑坦克里面，瞬间咱们就打出来了好几个三星啊。好，那我们另外的一个坦克啊又追到对面的家里面，把他的光缆全都给打掉了啊。小陈啊比较狂妄，竟然还造了一个闪电风暴，那必须把他给干了啊，这个东西嘲讽性实在是有点太强。好，那你看这一波小陈啊直接一波带走了，然后你看小紫想换家，但是我们观察了一下，小紫唯一的核电被我们给打掉了，对吧？刚好小陈的裂缝啊保护了一下咱们的坦克，他不知道我们的坦克在打他的核电，在他的这个核电旁边，然后我们用工兵直接维修两下，你看他的坦克保了一个完美队形，想撒铁木，后来哎 Where's my power 啊， power 怎么没了？好，你看这一波小紫是不是受不了了呀？哎呀，没有想到啊，小陈的裂缝反而帮了我们的大忙啊，对吧？还好啊，没有把小陈给打停电了，小紫铁木直接当面发呆。好，那我们这一波啊，坦克直接过来，一大堆的这个三星坦克啊，哎，我们的基地还没有掉，把我们的基地，我们工兵三天三夜直接让对手睡不着。好，那接下来小紫剩下的这几个建筑，我们是不是就可以随便把它全都拆掉了呀？还剩下一个小陈，小陈有大兵想抵抗，哎，直接铁木给他加个 buff。 好，那接下来前过来打我们的这个高科技直接卖。好，那我们把这个小陈啊剩下的建筑全部拆掉，咱们是不是就一不小心的又赢了？好，那感谢各位的点赞关注啊，各位点赞关注应该完全 OK 没有问题啊，对不对？好的，那我们下期再见，拜拜。